哎，这个叫手刀，手刀的话不能这么发力，这么发力的话就不叫手刀了，要这样。然后的话就是寸拳，寸拳的话是靠拳风发力啊。然后的话就是说那个用寸劲，一指之间，肩后收，腕下沉，脚蹬地，迅速发力。四块砖，这个难度有点大啊，但现在今天选择拍这个视频了，那也是骑虎难下呀。说实话，这个我这样打断的话，我真的没有什么信心。如果能成功的话，大家记得帮忙点个赞；如果成功不了的话，大家就不要点了。哎，现在给大家试一下。一、二、